汉刘表的战役结束后，孙策虽然报了仇，但牺牲的代价也不小。不过经过此战，让吴国迎向了一个新的时代。建安二年，为了建立江东的基业，年轻的霸主率军攻向吴郡。而在那里，有一位勇将已经做好准备，决心要誓死抵抗。孙策，啊，公瑾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虎此言差矣，我当然是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同时我也带来一个消息，敌方已经派出一队精兵准备对你不利。这么说我也该有所行动了。多谢公瑾前来相助，只可惜我此刻尚未有立身之地。就快到了，取下刘繇、严白虎、王朗的人头。别慢吞吞的，没时间了。太招！别追了，先等友军。快！
我们别输给别人了。时间了吧，大家分开一起进攻吧。啊，真是好计，全军听令，随各部队长将敌军各个击破。援军吗？敌军汇合了吗？
孝武是阁下不幸。现在我还不能命丧于此。我们已经慢吞吞的啦。别输给别人了。
下再说。你的项上人头我要了。快！
好了。